好，你看这边呱唧又得到一堆任务了哈。教授，哎呀，世界，造反歌剧台，比如全部都可以讲。二十几了，然后也任务过了。哎，钻石我们有讲过吗？嗯，这样就过关了、哦。怎么有点像我们以前玩的那个？啊，这样就过关了。哎，这其实有点像以前玩的那个什么？叫什么去？放置黑道大亨。啊，商城出来了。好啦，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好了。这边该是任务继续吧。等一下，任务需要干嘛？好，再来这边一样先采煤矿哈，这边一样先撑满，我觉得就可以下线了。那这一关主要就是解开所谓的煤矿，然后反正你们那个木材就先不要乱花啦，就不要乱开这个火灾，真的是罪恶自己。